哪种谈判姿势可增加好感？谈判时模仿对方姿势，还是刻意与对方的姿势不同，能够有效的增加好感？模仿对方姿势。那他就你在学我的，会反而动怒，会不会？很多人跟我聊天的时候，我会一直模仿我的声音啊，我也不会觉得讨厌啊。全世界都在模仿你的声音啊。对，我觉得他们都很喜欢我。好，那我们看答案啊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